再来看到玉里镇公所结合玉里天主堂，玉里教会教友学员约50人，在刘一峰神父、林迪、傅娟娟传道师等人的带领下，以报佳音的方式为玉里镇这块土地祈福，也借由优美的歌声一路走到玉里分局报佳音，为辛苦的警察加油打气，气氛温馨融洽。玉里镇公所结合了玉里天主堂、玉里教会教友学员大约50人，在刘一峰神父、林迪、傅娟娟传道师等人带领之下，以报佳音方式共同为玉里镇这块土地祈福。谢谢你们。借由优美的歌声，也特地一路走到玉里分局报佳音，为辛苦的警察加油打气，气氛温馨融洽。这一整年都这样子的服务我们，你们的辛苦我相信上帝都知道，不管你们的家庭工作遇到了任何的困难和挑战，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你们会能够突破。玉里分局长表示，这一次报佳音活动，分局特别布置圣诞树，吊挂铃铛来应景迎接，临走前交换爱心糖果，希望彼此分享佳节到来的喜悦，将今年不愉悦不顺利的事物抛弃，将今年甜美的收获延续明年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